到时候这个可以撕掉就可以。升级头神武者，必须这样设置，所有配对了就完成，不要影响到开门就好了，这样就不会影响到开门。OK， 完成成功。做一个斜面改装，猴子鸽子停在这个地方，也可以增加储物空间。首先锁了这两个做支撑，然后再把这个弄上去。连线，这几只是比较小的鸽子，所以他们对他们的巢还不是很熟悉，只好把它抓上去，让它熟悉一阵子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巢的位置。让他们能够占到他们的巢，不要随便离开。
它会攻击你的手，它不能跑出，跑出来便表示它的巢性还不稳定，最后要养到它，它会来这边攻击，它会负责它的家。有时候要打开让它适应它的位置，它会刚开始要关着，然后慢慢让它适应，适应之后再慢慢调教。小鸽子它的胆子是比较小，等它变得比较成熟，几个月后，它的巢系会更稳定。啊，有会动翅膀，啄食，这个都是腹巢。这种鸽子比较适合。有些人鸽子这比较小的话，它就会比较害怕，它就想会想跑出来。那这个更小的话，它完全是惧怕的。这个就还不适合练草，还不适合做朗读的动作。除非有些鸽子它的天性就是很小就很凶。好，今天朗读就在这里，到这里跟他玩一下，有时间的话就让他们这边陪他们，让他们自由进出，然后不对的时候再把它调教。反正就是要让他们熟悉这个家。